欢迎大家来到天鹅向下的珍珠城，美丽的哈尔滨。哇，好看！欢迎张天爱、朱子骁，爱吃才会赢。我们将开启哈尔滨站的美食旅途。俄语点餐。他是念了首唐诗吗？来，你们这都不用听，来点菜来。倍儿棒，倍儿棒，怎么了？你不耐烦吗？快！牛肉段。哇！给一个东北人拉懵了。今天谁也别想好，谁都别想好。外边中间。往哪过你？欢迎郭大厨、董大厨。接下来请两位进行好吃任意门的穿越。奇异、优酷、腾讯视频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哎，你们节目组招试探员吗？现在录五个小时，还有节目吗？干嘛？跟微博网友们一起边看边聊。这是我最难忘的一次晚餐。